夕阳，夕阳。水舞秀的夕阳水舞秀。刚刚我们在那边泡那个 SPA 池的，现在已经网子封起来了，来看一下这边网子封起来，现在不让人家用了。我是算是最后一个的。元导，拜拜！幸福游轮，小编 Steven 为你现场报道。正前方就是整个石原岛了。哇，已经看一下夕阳喽。